主玩逃离塔科夫，为了保护粉丝做任务，把压箱底的好东西都穿上了。我在你后面啊，看到我没有？记得我的样子。OK。听筒怀表是吧，往右手边走，走跟着我来。有 AI 你快跑。人呢？打死了。人吗？过公路，过公路，快过公路，走。有人。搞定。来，去拿，去拿东西，快上去拿东西。死了没有？还有没死，他还在那。手雷，你先躲一下，你先躲一下。我躲你那个坐楼梯下。刚刚被打了，没捡起来。